谁的小蛮腰啊？李子梦的。拿路吗？我展现一下吗？慢慢的。小雪。这是助理的。啊，助理的。我又多了那么几票，虽然我也只发出了六瓶。我真的是，我可能有点懒，我以后再也不懒了。要是有这种机会，我报个三箱，我都不觉得自己过分。嗯。Oh my god！ 绝了！在这吗？确定吗？哇！等一下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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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终于见到了这么多人，终于见到了这个城市，然后我们还是在一个人口很密集、很繁华的地方，然后觉得好激动，好激动。然后又好紧张，我特别害怕人一多了之后我怯场，我会忘了动作啊什么的。表演的是一秒钟吗？不行，太快了，我想再跳一遍。好爽啊！真的，刚从来没见这么多人，敢跟教室就是不一样。离我那么近的地方。好，学员们，我们走了。大家上台，大家上台。走。这么不经意就爱上你，只想要和你慢慢感受。我的天哪！这么多人啊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妈呀！这么多人吗？这是。所有一圈全都是创始人，天哪，要在马路上面跳啊！天哪，外面这么多人。是啊，进商场了，我进商场了。我今天就是我很想要来商场。哇，人好多，人好多啊！还在阶梯上啊！哇塞，没看见这么多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在堡里面见的那些人都是非常熟悉的，这几个月经常能见到的工作人员，哦，终于见到了不一样的人了，很激动。我一直都很想尝试一次快闪，我觉得这次满足了我的欲望。Jella， 在彩虹那边，为什么这么多人？怎么会这么多人？我的天哪！从来没想到过快闪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这种形式去给大家表演。真的在看到那么多人在的时候，略微的是有那么一点开始啊，有点紧张。
小摩托是一首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完了之后开心的那种感觉的歌，特别适合在快闪节目里面表演给大家看，我觉得这个快乐也能让创始人们感受到的。我们给大家带来夏天的风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。对，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撑腰。哎，七月的风蓝蓝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见吗？